媳妇，你小时候摘过猪草没有？采猪猪草草。是谁没摘过嘞？哎，那个年代的人谁没是摘啊，过猪草？也要挑哪种猪喜欢吃的，哪种野菜是。嘛，只要能，对呀，只要能吃，那猪能吃，它会吃就给它过了。是啊。我每天放学回去就是要割一篮猪草。是啊，像我们都是小时候都干活，这掐掉了它就会发。我下次搞点这个种回去去摘，在他家里面去搞，就舒好服。嫩哦，今年算好哎，这里还没干死，去年干了那么沉。哪里？我刚刚过路在这里看到的，好不好？媳妇，我采了这么多嘞，你放。你那个太老了，不会老，你看嘛，这吃不动啊！我跟你讲，吃得动。说吧，说是老牛吃嫩草，这个很嫩的。看我这个是不是好多了？你看，媳妇，你采的不会拉肚子吧？我采的会拉肚子啊，就让你吃拉肚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咬你这么大的力气，你俩就把我推倒了。哎呀，我这只老牛还没吃这到嫩么一个草经历了，都没有啊？我还没吃到老草经历都呢，遇到了。没注意过你一推。哎呀，我媳妇力气大。这没定力，不是我力气大。你给我抢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怕我多摘了？是啊，我又媳妇辛苦了，好多哦，这等一好下都轮播间了，躺到后面弟弟休息去了。我偷懒了。你给我抢是吧？我以前没摘过这种草，我以是前用的我们那边是那个啊，清明草。那种开花的那种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艾草。这是艾草。艾叶。艾叶。然后我还不敢吃，然后我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，也是可以做的。这个一篮够了吧？够不够？这个这做，这里不是可以做好多了吗？再加点糯米吗？做不了多少，一个够我一个人都少了，我一个人吃的多少？要那么多啊？要。还有嚼劲，像老牛吃嫩草一样的，哎呦我的妈！好吃。我现在就想到这个。做这个清明果的味道了。那开始我教你做，你为什么不做嘞？那时候是没时间嘛，现在有时间了。一年四季在于春播种嘛，把种子播下去了就没那么急了，就只能干别的活了。还有种花生，还有佛子。你还是把我摆在后面一位哦。哪里？你把你的农活做完了才给我做。哪里？我也是，媳妇是第一啊。我没媳妇就没家。我今天走到这边，刚好发现这个艾草。我要是没发现这个艾草，你也不给我做。会的，有时间就来掐不。现在找到这个位置的，有时间就来掐。这个还不知道他打了农药没有哎。路边的打农药。打农药就不能吃哎。媳妇打农药，这不是野生的时候来打农药吗？他怕别人。他这里有菜地啊，你菜地就是吃油菜呀、啊，他也不会打是不是？这掐掉了又会发起来。吃的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。他有一首歌词叫《爱小香》，为了香还是爱小香？夜来香。夜来香，又唱又跑调。小妹，你摘了多少了？够不够了？我摘了，看着有这么一点点吧，应该不够，还再摘一点吧。不够啊？那不够，还再摘一点。我感觉好多了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好多了吗？再摘一点点吧。好，再摘一点好。要晒得跟非洲人一样的，这才算农民，别人就认识你了。哎呀。认识我，然后呢，知道我嫁的是农民哈。是啊是啊，差不多了吧？干前面的。哪里还有？再去找一点。哪里还有？哪里还有？你采了多少了，媳妇？你采了一袋了？在这里吧。这个。不好意思，里面有一个猪草在这里。你是不是喂猪的哦？哪里，这是人吃的，还是猪的？就说了喂猪吃，喂猪的。毛病！哎呀，我小妹手脚手灵七巧啊！你摘回来，小妹就洗干净，就给挑干净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洗干净，我们就准备做艾米果了。哎呀，好香！吃一口呗。
不要做了吃。傻，真的好吃哎，好吃。你傻不傻呀你哦，真是的。没做就想吃了，老子叫你做你不做。我看着都嘴子口馋了。口味的啊，嗯，一种咸的，一种甜的。啊，多做几，多做一点啊。嗯。这里能做多少？能做五斤吧，五斤以上的。五斤米粉啊？五斤的那种，糯米粉。做好的是米粉啊。是不是跟洗衣服用的搓？是这样搓吧？是不是这样搓？可以，随便你怎么，再洗干净可以，要多洗几遍这个。哎呀，我手是这样，不会把它洗干净，等一下都敢吃不？我的手更黑。呀，哎，听别人是说揉面粉。老子手挺嫩的。下次买点面粉来，媳妇。又修长，你看我们的手哎。你看我的手嘞，黑不隆咚的，这是这才像一个农民。你吃的好哦，恰恰要我干农民，做你干农活就干农活嘛。这个洗下是蛮叫洗下，洗下，小没事，洗下。你要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，那才叫光荣。下次我买点面粉来，让你楼下做一下包子啊。做包子。做饺子，我媳妇有拿手做那个饺子好吃哎，叫什么饺子？做包子我做不来，下次尝一下嫂子的手艺。做饺子嘛，反正细嘛，我弄那个是货真价实的哦。嗯。全是肉，不掺嫩我都找。是啊，做一个有半斤哦。嗯。半斤啊？有半斤哦。你家要夸张一点。这么大一个。我什么时候做？我拿。那真的，我可以吃十五个。我做一个半斤，你可以吃十五个。做个半斤的也。吃几斤哎？也少说一点，吃十个可以吃得下。哎呀，我洗了一个大的。是好香，是，它是这个艾的艾草香吗？很香。像不像庐山瀑布？西番应该。又是庐山瀑布。又是啊。像不像下雨的毛毛大雪？哎雨啊！到这里。哎呀，庐山瀑布，搞定了。你看我的剪的有一个特色，你看，我是以前就是别人就我师傅说了，下次你想喝酒，你就看着这个就知道不会喝酒了。我说是的，这个是我以前的最爱。现在是这个井是我的最爱了。现在你师傅是你的最爱。哪里？这个井水是我的最爱了。最爱。那师傅还是媳妇？媳妇。听师傅的话。媳妇，我要戒就直接打火机烟全部扔给媳妇，戒了。现在就弄啊。啊。现在就弄啊。嗯，还没有。拿出来啊。还没有啊。交出来。嗯，会交的。交出来。交出来。好的。现在还没。你看是还舍不得，你看还留念。我要买好零食，准备戒烟的下一步动作不？吃点瓜子，是是瓜子给你买啊！我给你去扛一包回来放在家里。真的啊？扛回来我就戒，就全部扔掉。真的假的？算不算真的。真的好。男子汉说话就算道。视频为证。啊，视频为证。你对着视频说。对着视频说，我把烟戒了。买点葵花籽。什么时候开始戒？等到五月一号结婚那一天。那也太久了。你还有两个月、两三个月哈。啊，只有两个月不？一个多月。哦，你现在又跟粉丝交代的一件什么事情啦？五月一号你结婚啊？现在我想是这样想不？还要听要请求媳妇、我岳父还有我小舅子有没有时间？是不是？我们是打算是五月一号，五月一号是一个纪念日，就是劳动节。劳动人民最光荣是吧？是啊，你看是中国最大的节日是什么节？劳动节。最大的节日国庆节。国庆是国庆，我们农民是劳动节，劳动辛辛苦苦得来的是丰收的期望，满仓而归，哎。说也说的是啊，你像种地一样的，要满袋子的满仓，袋子里面钱鼓鼓的，哎呀，这是丰收的喜悦啊，真是。
这个是好麻烦，就是不好，要洗，要洗得干净，不洗干净，等下吃了怕有沙子，那就吃不了，不好吃。有一点点沙子我都不吃，这个东西。有一次买的就有沙子吃的，哎呀，我都再也不敢买了，吃的那一次。走吧走吧，艾草都洗完了，快点走啊！看一下怎么做。吃一个是一个，吃一个能饱，能当一顿饭。哎呀，我媳妇那个漂亮。